那我们今天来上循环神经网络，哎，这是语言模型的这个，就是这是一种语言模型啊。那它的特色，等一下我们会稍微讲一下，然后我们会讲一下它的缺点，然后接着我们就会介绍注意力机制。那注意力机制讲完了以后，你们就会知道，我们现在这个 ChatGPT 之类的大语言模型，基本上都是基于注意力机制。他们现在有一个新的模型叫 Transformer 这样子，那我们会讲完。那今天上完这些课了以后啊，我会很简单的示范一下，就是我们的期末报告到底你对于你那篇 paper 你这个你要看懂到什么程度这样子，我会给大家一个就是介绍这样子。好，那上一个礼拜啊，我们这不是这个，其实是不是上个礼拜？这上上上礼拜、啊、对不对？上上上礼拜啊，这个。我们应该是有教词嵌入模型嘛，你们应该知道这个文字其实是可以被换成向量的。好，那这个文字换向量这个 idea 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哦。你也可以把文档也可以变成一个向量哦，就是我们必须开始习惯一件事，用向量来记录资讯啊，虽然那个向量我们看不懂，这样可以哦。好，那我们了解了这件事情之后啊，我们现在这个长短期记忆单元，它就是我要再进一步把这个文档一大段话变成一个向量，哦，不是只有一个单字变向量了，我要把一大段文档变向量哦。好，那现在有一个，在我们介绍网络结构之前，你们应该很容易可以发现一个问题吧？每一句话它的长短都不太一样，对不对？那既然它的长短不太一样，那我们怎么样把不同长短的这个，就是不同长短的这个文字压缩成同样长度的向量？你们觉得这个有可能吗？或者实际上该怎么操作？我们请硕士生讲好了，来，硕士生觉得应该怎么办？不知道，丢给 model 就会给我一串向量。好，没有任何 idea。好，我们来简单讲一下好了。举例说，你的每个字的向量是50维嘛，对不对？那你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平均嘛。那你觉得平均好吗？听起来就很差，对不对？为什么平均不好？因为你一句话里面，这个一句话里面重要的字跟不重要的字应该是。对那句话影响应该是不太差很多的吧，对不对？我随便想句话好了。举例说这个，举例说I am a teacher 好了。I am a teacher 里面呢、啊，这句话里面最重要的这个最重要的字一定是 teacher 嘛，对不对？你应该感觉出来嘛，对不对？那这个。I 可能是第二个重要的字，那这个 M 跟 A 啊，它其实都不重要，对不对？这个 M 跟 A 它其实一点都不重要，就是你的句子里面有非常多这个单字啊，它其实是可以被忽略的，它其实对构成这句的意思没有太大的影响。你这样听懂我的理解吗？什么 of 啊、the 啊、is 啊这种 be 动词啊，这都不太重要。所以说我们要把一段话把它整合成这个一个向量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舍弃某些这个 information， 然后整理某些 information。 好，这样有听懂我的意思吗？一定要这个样子。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就是要这件事情要怎么做、啊、我们一开始的人呢、啊、他的想法是这个样子。假设我们输入一个单字进去，那这个网络最后一定会输出一个这个高阶特征向量嘛？你 input 的，注意了 ，input 的已经是向量喽。input 的你文字完全可以转换成向量嘛，对不对？现在我们大家好像都知道这件事情了。好，那经过一堆运算以后，它出来也是一段向量。那这个没有问题嘛，对不对？好，那它有趣的是，对于下一个输入来讲，它如果输出还是本来的向量。哎，它还是没有经过其他单字的这个 interaction， 那就是卷积网络了嘛，对不对？好，所以它厉害在它把刚刚的输出啊往下一个
下一个这个运算模块里面丢。啊，这个运算模块可能只是单纯的把它 merge 起来。怎么样 merge 呢？我们这边举个例子啦，下面有一些符号，来，这个 x1 假设是100维，假设是100维啊，那这个 h1 也是100维，那它这里是不是这里就是输入 h1 ht 减一嘛，对不对？这是不是也是100维？可以吧？这向量长度为100，这边向量长度也是100，对不对？那这两个向量长度，你可以先把它 merge 起来 ，contact 起来，它会变200。200可不可以变回 100？ 可以，你就乘以一个200乘100的矩阵就可以了嘛，对不对？那它就变回 100， 再经过一个非线性转换，它是不是就出去了？这样这一个200经过那个200乘100的矩阵，它是不是资讯就被浓缩了？这样可以吗？它资讯就被浓缩了嘛。然后所以这一个新的 output 它理论上就存在两个单字的意思，这样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吗？因为它资讯给它浓缩了嘛。好，这样的结构无限循环下去，到了第100个字，它是不是就有前面99个字的 information 的 summary？ 因为它有经过那个矩阵转换嘛。这样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吗？好，你们觉得这个结构有什么缺点？或者这个结构？真的，我们先问一下你们同意这个结构可以记忆之前的资讯吗？不同意的举手。同意的举手。哎，大家都聪明，这个结构确实是可以记忆之前的资讯，没有错，没有人不同意啦。好，那但是它有什么缺点？你们觉得它有什么缺点？哎，请讲。哎，对呀、啊，讲得非常好。哎，这个你看这个结构，你看这个我们的伟大的这个思博马上就想到了这个结构有什么问题啊？哎呀，果然是第一名的、啊，是不是啊？你应该是第一名的吧？来，我们来想一下。那你现在想想看哦，现在你在这是假设第一个字，这是第二个字。那第一个字它输入的这个 h 里面是不是100%一定都是第一个字的意思？对吧？因为它没有其他构成啊，它一定100%都是的 information 都是来源于第一个字嘛，对不对？那它合并了以后，它会用几比几的方式合并，这个我们不知道。但是铁定加起来是100%嘛，对不对？因为它出去也只剩100啦、啊，所以如果它是50-50，那它丢到这里的时候，这个资讯跟这里的比重是不是就变50/25/25？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吗？那如果你说，那我丢过来的是100%，这里的是0%，那这样子新加的字就没有用啦、啊。这样听懂我的意思吗？好，所以说这个路径字越传越远，它的这个比例 x1 占整体的比例就会越来越小。这个是你如果要固定向量长度，你不可避免的会遇到的问题。我们再重复一次，这个循环神经网路，这个就是这个结构就叫循环神经网路哦，就是你不断的把这一代的结果往后面就是一直往后丢啊，这个是循环无限下去的嘛，对不对？所以说，这是一个这个网络的结构就叫循环神经网络。好，等一下我们最后再来这个，我们来讲一下，它现在显然我们发现了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就是资讯越传到后面，前面的资讯就越来越少。有没有什么？这似乎是个本质上的问题啊，因为你强迫它所有的资讯一定要压成100维，对不对？这个100个数字记录的越来越多的资讯了。你如果今天讲一句话讲了超级长，讲到第100个字的时候，那前面的资讯这么多个单字它也要被压成100维，而你新讲的那个单字它也是100维，这公平吗？这不太公平嘛，对不对？好，那如果你觉得不太公平，你觉得你要怎么改进？我们来想一下，我们用我们的脑袋来想一下，
我们先排除绝对不可能答案，好不好？我们绝对不可能去扩增向量，我们绝对不可能扩增向量，对不对？你绝对不可能，你在第一个单元，它的向量长度是100，第二个单元向量长度变200，第三个单元向量长度变300，你绝对不可能扩增向量长度嘛，对不对？为什么不可能？这个，因为我们现在在用 neural network 啊，它的 input size 应该长得一模一样啊，对吧？你不可能 input size 不一样嘛，所以它的 input size 一定要一样啊，是发生什么事了？好，它的 input size 一定要一模一样啊，所以绝对不可能去扩增向量。那既然不可能扩增向量，我们的向量长度永远维持同样的大小，资讯就不可避免的会损失，对不对？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吧？资讯不可避免会损失。好，那我们唯一的解决方法，有没有人现在想得出来？现在只有一个解决方法。你现在单字有很多，你要固定长度，你势必得损失资讯。既然你势必得损失资讯，你只剩下一个选择了，有没有人讲得出来？对，讲得非常好。损失，我们只能选择损失比较不重要的资讯，因为我刚刚已经讲了，在一个句子里面有一些单字，它就是不重要，对不对？而且网络应该是要学得会的，对不对 ？I am a teacher， am 跟 a 就是不重要。这句话其实有 I 跟 teacher 意思是一样的嘛？我跟你讲 I teacher， 你就只会觉得我英文不好，在比手画脚，对不对？但是实际上意思对了，对不对？可以了解我意思吗？所以说啊，我们要试着舍去一些不重要的资讯，保留一些重要的资讯。怎么决定哪些地方？那所以说，我们必须把刚刚的结构做一些改变。我们需要让网络自行决定什么时候这个字一点都不重要，我要舍去它，这样可以吗？那什么时候这个资讯不重要，我要舍去它，这样听得懂我的意思吧？好，这叫 long short term memory network 这样子。我们来看它的结构长变成这个样子哦，这个结构看的就很复杂。我们来看这个结构是什么啊？来仔细看哦。来，一样，你现在这边是个黑盒子，它经过了什么我们先不要管，但是我们知道它输出有个 H1， 这个没有问题。那它的输入，它的下一个 model， 下一个单元的输入呢，有两个 part， 一个是刚刚的输出本身，一个是刚刚的输出本身，一个是有一个长期记忆。至于这两个东西怎么产生，我们等一下再来讲。好，所以现在一个 LSTM 这个 unit 这个单元，它的输入总共有三个向量，分别是新的这个单字，那你会输入一段向量嘛，对不对？还有一个是刚刚的输出，好，这个就对应到了 short term memory 短期记忆。那还有一个，我就直接告诉你名字了，它就是长期记忆 long term memory。这三个向量长度都是100，这三个向量长度都是100。好，那我们先来看哦，短期向量跟短期向量要先跟 x 两个做 contact， 所以它两个的向量长度会变100，对不对？200，对不对？100加100会变200，这样可以接受吗？变成200之后，经过你一定可以再把它变回100嘛，对不对？经过矩阵运算就可以变回100了，对不对？好，经过矩阵运算就变回100，然后经过 sigmoid 的转换， sigmoid 的转换之后，它全部都变0到1之间，对不对？好，所以注意哦，这一条线是短期记忆跟 新的 input 共同决定了一个0到1之间的数字，这样可以好，然后去乘以长期记忆。哦，所以这件事情在告诉我们什么事？如果短期记忆跟短期记忆加上新的 input 的单字共同决定这里的数字都是零，代表什么意思？我要遗忘全部的长期记忆，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吗？好，当然反之，如果都是一呢？我要保留所有的长期记忆，这样可以了解吗？那反正网络自己会去决定。你设计了这个结构给他，他就会去自己学什么时候要遗忘，什么时候要留下，可以吗？好，接着再来看其他几条路。
在其中一条路是一样，就是合并之后做非线性转换，这个显然就是它自己的压缩之后的向量，压缩之后的意思嘛，对不对？然后啊，你看它这边又出现了一个 sigmoid 的函数，同样它要决定这个我自己当下的短期记忆加上这个input 的这个 word， 它压缩之后的资讯要乘以百分之几之后和长期记忆相加，所以这两条是在决定我的长期记忆要怎么更新，对不对？我的长期记忆要被舍去一部分之后，然后跟我们的这个好，那所以说长期记忆是怎么更新的，你们可以理解了吗？对不对？好，那接着我们再来看，接下来它还是需要经过一个这个 sigmoid 的转换，所以这边又是一个零到一，对不对？好，然后你看哦，长期记忆是这个长期记忆，它是不是合并了？它是不是合并了短期记忆加上当下输入的单字的资讯，对不对？然后这个记忆就继续往下传了，这就是长期记忆嘛，对不对？然后这个长期记忆还需要再经过一个压缩，然后乘上这个 sigmoid， 让它说到底还要留下多少资讯，然后变成短期记忆出去，这样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吗？然后这个短期记忆同时也要丢入下一个模块。好，如果我们用数学式来，你比较容易理解的话，你就来看这个 h1 ht 减一就是短期记忆嘛，对不对？短期记忆和 x 要先合并变成 q 在这里。q 首先要先经过这个第一个转换，变到这里，变成这个留下这个 c， 这个是要抹去记忆的这个 a。抹去记忆的 A 和长期记忆相乘，得到新的暂存的长期记忆，然后暂存的长期记忆要跟这个 A 这两个，一个是压缩记忆，一个是 sigmoid， 两个相乘之后变成短期记忆，暂存的长期记忆将这个短期记忆合并成为新的长期记忆，这样可以了解吗？也就是这一大段加起来之后的这一大段。好，加起来之后这一大段呢，你还需要经过一个这个 A4， 就是下一个这个短期记忆，然后跟这个 O 相乘变成短期记忆出去。好，这样可以吗？好，这个结构非常非常复杂，我不知道你听懂了多少，你只要记住几个关键要点。我先跟大家剧透一下，因为这个结构已经被淘汰了，你已经知道它以后被 transformer 取代了，对不对？所以在2024年上课的你们，如果今天是2017年的时候，这个部分你们要好好学。可是现在它显然被取代了，所以你们现在只需要截取几个重要资讯就好了。好，第一个什么重要资讯？它设计了遗忘的机制，对不对？它应该说，因为压缩向量不可避免的要损失资讯，所以我要主动选择我要遗忘哪些资讯，我要保留哪些资讯，这样可以吗？这是他给我们最重要的 idea。 好，剩下 idea 都不重要了，因为他已经被淘汰了。好，那他为什么会被淘汰？你们觉得理由是什么？在我们看 transformer 以前，我们来思考一下他的问题是什么。王师傅，你最聪明的。好，我也不知道你在讲什么，那我换个讲法好了，我不知道你听不听得懂。好，就是我们现在这个设计当然是很巧妙，可是会不会有一个，在一个 不知道发生什么事的状况之下，他突然强迫我的长期记忆全部舍去？有这个可能性，对不对？你怎么样保证这个东西的输出永远都大于零？它会不会在某一个时间点全部都变零？而且句子越长越容易发生这种事，对不对？举例说，你连续讲了5000个单字，假设你连续讲了5000个单字，中间第4723个单字发生了遗忘长期记忆这件事情。
那你之前4000多个单字的 information 是不是全部都不见了？而且没有任何回溯的回来的可能性，对不对？所以它虽然一定程度的解决了遗忘问题，就是解决了前面的单字会越来越稀释的问题，但那只是一定程度解决啊，句子够长，它还是有问题啊，对不对？可以吗？记住这个结论哦，句子够长，它一样会有问题。那 transformer 就可以解决句子够长遗忘不了的问题吗？等一下，我们来看 transformer 怎么做的啦，好不好？你如果没有亲眼看过 transformer 怎么设计的话，你是不可能想到，你是不可能想到原来这样设计就不会忘记前面的话。哎，不过有一个问题，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你们真的觉得 transformer 不会忘记话吗？现在你们用 ChatGPT 的时候，显然它已经是用 transformer 了，对不对？你们真的觉得它的记忆能力很好吗？你们摇头了，你们觉得它的记忆能力还是不好。那到底它的记忆能力为什么不好？等一下我们教到 transformer 的时候，我们再来讲，好不好？但是我可以跟你们保证，如果你们都觉得 transformer 的记忆不好，如果今天 ChatGPT 是用 LSTM 做的，你们只会觉得它忘东西忘得更快。这样可以好，好，那我们继续。好，那这串语法我们就直接复制贴上了。因为它已经失去了意义啦，它是一串被淘汰的语法，对不对？2018年的时候，2017年 Transformer 刚出来，大概2018年就已经证明这个东西很棒了。所以在2018年以后上课的各位啊，你们基本上不太需要去学 LSTM。好了，或者说刚在2018年的时候，我们还没有那么敢保证说 LSTM 会被淘汰，但是至少在现在，我们已经非常确定它就是会被淘汰。好，我跟你们讲，所以这里我们就不用贴了。我们就直接看我表演就好了，好不好？我这边在做什么呢？我其实就是把，这是，好，我其实就只是把这个 LSTM 啊，对不对？把它 apply 到上次的病例分类模型里面。我们来看一下，好，定义 iterator， 好了，这些我连贴都懒得贴了，好不好？我都知道结果怎么样了，好。这个我除了本来的那个这个上一次这个磁迁入那边上课，我们是用卷积网路去做这个病例分类。那卷积网路的结构我们看得非常清楚了，它其实就是在抓关键字或关键短语，一个字关键的一个字，或者是关键的两个字、三个字、四个字、五个字，它没有办法抓超过了关键的6个字。那如果你用 LSTM 的话呢，它才有可能容纳超过6个字的 information 在里面，这样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这么做，铁定 performance 会变好。我实在也是懒得再 run 一次了，因为这个部分不值得一学、啊。你前面那个 word embedding 还值得一学，因为那个概念非常的了不起，那是一个超级大的突破，把单字用个巧妙的方法，让每一个单字有一个自己的向量，那个方法真的非常棒。那现在这个其实已经不重要了，这个方法 LSTM 这个方法其实已经不重要了。好，那既然 LSTM 这个方法不重要，练习一自然也不重要啦，那你在重建 LSTM 单元推理过程，这样有什么意义呢？还是有意义啦，对你这个理解 LSTM 很有帮助。好，那我们这里我们基本上就直接跳过了。你们回家有兴趣的人，还要有兴趣的人呢，我现在眼睛这样扫过去，我发现你们大概都不太会有兴趣。那你们再来研究一下，到底要怎么样做 LSTM 的推理？你如果这边做得了的话，你就会非常的了解这些数学式它到底在写什么。这样了解吗？但是你要真的要充分完全的了解，你这个 LSTM 的推理过程才做得出来。我们做一个引申讨论。就是 LSTM 刚刚那个 idea 是不是核心 idea， 就是我要忘掉一些 information， 保留一些 information 这样而已，对不对？核心的 idea 就这个。那你们可以想象一定会有一堆变体，我这边随便讲个变体好了，来，你们仔细看这里哦。好，这边是不是0到1？
这边是不是也零到一？对不对？那有没有可能把这两个舍去一个？一个是零到一，一个是一减零到一，这样我是不是就舍去一个了？你们这样听懂我的意思吗？你如果两个是分开的话，它有没有可能两个都保留，两个都是一？那就是既要短期记忆又要长期记忆。那、啊、还有没有可能两个都是零？我既不要短期记忆，又不要长期记忆。所以如果我把这两个变成加起来用恒等于一，这样是不是就方便多了？好，所以我要告诉大家的是，你对这个 LTN 你随便要想什么变体都可以。你们有没有觉得想个变体感觉并不是特别困难的一件事？我们先不要考虑程式能力哦，你们应该觉得想个变体应该是很容易的事，对不对？所以我这边不是在酸资工系的同学啦，好不好？他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基本上就是啊，这边修一修，对不对？那边修一修。好，我现在看到了这边应该要把这个去掉，然后变一减这个左边的，对不对？啊，这样子，哎、欸，他就可以这个随便尝试一下啊 ，performance 在某一个 dataset 上有提升，啊，在某一个 dataset 有下降，那我们就把那个下降的去掉，然后我们就 report 上升的那个部分，你看我这个东西做的多好 ，performance 上升了 0.1%， 对不对？他们当然很多时候大家都在做这件事情的。好，我们也不要笑他了，因为医学院的人做这个 AI， 那大概就是啊，这个 AI model 啊，在某某病上面表现得很不错，我们把它用在某某病，病 B 跟病 C， 对不对？啊，病 disease C 表现得不好， disease B 表现得不错，好，那我们 report disease B， report disease C 不 report 了，对不对？大家做差不多的事啊。好了，我跟你们讲，大部分人基本上就在做这件事情，所以啊。LSTN 啊，它1997年就出来，它一大堆的变体，包括什么 GRU 啊什么之类的。好，不过因为你如果真的很有兴趣，你可以参考先前的上课讲。可是因为我们要把时间空下来讲 Transformer， 所以说这边我们就不特别讲，这样可以吗？你们真的很有兴趣的话，你会发现循环神经网络有一堆变体可以去做。好，那。在我们做上注意力机制之前，我们先给大家拿饭吃好不好？来，我们先拿一下。好，那我们现在来上注意力机制。好，在我们做注意力机制之前，我们要征求一个志愿者。来，志愿者举手一下。没有志愿者？啊，没有人志愿？没有人知道志愿者要做什么？志愿者很简单，就念这句话就好了。有没有人要自愿念一下的？来，好，你念。你是这样念吗？是吗？是吗？我刚刚有先读过。你现在念，你要照着他本来念啊。好，很难，对不对？你们有没有人觉得可以念得很顺的？来举手，有没有人自愿挑战的？然后都没有错哦，就念得很顺都没有错哦。来，你们有没有人自愿挑战的？好，你们心里默念了一下，发现很难，对不对？难道因为你们应该会觉得难道不可思议啊？哎、欸，来来来，就你好了。我们来测试一下，念这段话啊，你要念顺一点哦，啊，不要出错哦，顺要对哦。对，你念一下。哇，你真的很强哎、欸！哇，这是天才哎、欸，这个。你们应该会觉得他是天才吧，对不对？太厉害了！哎、欸，你怎么那么厉害啊？你看你有办法念啊？你可是你念的，你就是你都不会被干扰哎，你不会被你的大脑干扰，然后你可以念完。你练习过是不是啊？好好，没关系。好，我跟你们讲一件事情啊，基本上你们大概都很同意一件事情，这个其实这个
这个就是你现在看一段话哈，它顺序其实并没有真的非常重要。其实你的大脑有个能力啊，就是它自己把关键字抓出来，然后把它的意思给组出来，然后甚至在你的脑中还会浮现正确的意思、正确的顺序，对不对？好，所以说啊，就是这就好像我刚刚讲那个例子一样，就是 I am the teacher。其实我跟你讲 I teacher， 你们就一直知道我是什么意思了嘛，对不对？我根本就不需要把中间的字讲完。好，所以说这个我们设计出来的 model， 我们应该要想个办法去组装这个句子里面最重要的意思，然后它就可以形成这个句子的意思了，不需要一定要一个字一个字这样照顺序把它搞出来，这样配合。好，还有一个重点哦，我刚刚讲 I am a teacher， I teacher 你们听得懂对不对？那 teacher I 你们听得懂吗？可能也差不多，大同小异，对不对？如果今天有一个外国人跟我们现在讲中文好了，我是一个老师，他跟你说我老师，老师我，意思一样，你们听得懂啊，对不对？没有任何问题啊。所以说啊，这个我们现在设计的 model 就是要利用我们的脑袋，我们脑袋用的是注意力机制，而说我们去仔细的把这篇文章看完之后，抓出它最重要的 information， 然后再重组出意思。那至于它本来结构那一点都不重要。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要怎么做。来，这个非常简单，因为每一个单字已经可以被换成一串向量了，对不对？ Word embedding， 我们可以做每一个单字都可以换成一段向量嘛。这串向量是不是都可以丢进一个 model？每一个向量都可以丢进哦，所以 input size 是一样的哦， input size 都是100，对不对？然后经过一个多层感知机 MLP 输出一个数字，这个数字每一个单字都可以输出一个数字，对不对？然后我们可以做 softmax 就强迫这些数字加起来等于一，对不对？那加起来等于一，是不是就可以相乘之后累加？那这样子，这个累加的总的意思，就是整段话的意思，是不是就是可能你可以说是0.5%的 H1 加上5%的 H2 加上3%的 H3 加上0.1%的 H4， 以此类推下去，所以是不是就有一些单字它的贡献很小？有一些单字它的贡献很大，这样可以吗？那哪些单字贡献小，哪些单字贡献大，被这个 model 决定，对不对？那这个 model 的 input 是什么？是不是就是你的单字本身？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说，那单字用单字本身来决定单字的重要性，可不可以？其实没有什么不可以哦，因为刚刚我不是已经讲了一个非常 basic 的例子吗？有一些字，有一些单字就是没有任何意思，直接把它舍去，对全文没有任何影响。所以这样的一个 model， 就是加上这个 softmax 之后的这个东西之后，加权平均这个东西，我们就叫它 attention score。attention 就注意力的意思。如果你以后看 paper 看到什么 attention score， 它就在讲这个操作，加权平均。但是这个权重是由你的 input 产生的，这样可以齁。好，套用这样的概念，你是不是可以把每一个单字组成，然后一个句子，每一个句子里面的每一个单字，透过加权之后产生一个 S， 就是 sentence 的 embedding， 对吧？这个是 word embedding 嘛 ，W 嘛 ，word embedding。经过 attention score 之后变成 sentence embedding， 那每一个 sentence 是不是又可以整合成一个 document embedding？ 这样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吗？或 paragraph embedding， paragraph embedding 再往上再变 document embedding， 这样可以吗？所以说
这个东西是不是可以无，就是层层层层套叠，然后之后你就可以透过注意力机制，你甚至还可以返回去说到底哪一个，就是这整个 document 的意思，百分之几是哪个单字贡献的，百分之几是哪个单字贡献的，对吧？可以吧？好，那我们使用的这边是我们那个 attention score 的那个就是预测模型啊。不过同样的，我再跟大家介绍一件事情，现在在做语言模型，现在在做语言模型，没有人在自己写程式了。你现在要做病例分类，你直接问 ChatGPT， 丢一份病例给他，问他说有没有 disease A， 有没有 disease B， 那我跟你保证，他回答出来还蛮准的，你还根本不需要这个东西啊。所以一样，我们这里在语言模型这里的程式码，我们看看就好，你只要去理解我们的这个 attention score 它到底是怎么做的，这样就够了，这样可以齁。好，我们跳过。好，预测出来准确度下降，难道注意力机制没有用吗？哦，注意力机制当然没有用，因为注意力机制最重要的地方是它告诉了我们逻辑啊，它告诉了我们到底 AI 是在看哪一个字，这样懂我意思吗？所以这件事，注意力机制还是很有用的哦。好，那我们练习二就也不带大家做了啦，好不好？我直接跟大家讲，练习二他在判断癌症病例的时候，他这一大段文章他马上就看出来了，这就是个这个单字就是关键。他讲有没有错？完全没有错。你要判断这一份病例是不是癌症病例，剩下的所有话都是屁话。这个单字就够了，你看到这个单字就够了，对不对？好，那你要说这一份单字不是癌症病例哦，但这个就比较困难了。你要整篇看完，发现都没有。他发现最重要的单字是这个 underweight， 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觉得 underweight 是最重要的一个单字，可能他意思就是代表着这边所有单字都不重要了。这样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吗？好，所以注意力机制大致上就是这个样子。好，我想大家要懂了吧？可以齁。好，所以你觉得 attention 那个 LSTM 跟注意力机制，我们现在到这里为止，我们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他们有没有什么共通点？他们都在决定我的总，他们都是一种压缩资讯的方式，对不对？因为你的 embedding， 你本来的 word 就是很多嘛，你本来的单字数目就是很多，你就是要压成固定的长度，所以你势必得损失资讯，对不对？好，可是 attention score 是直接看完全部的文章，然后压缩。那 LSTM 呢，照着顺序一路压缩。你们觉得 attention score 比较不容易出现记忆丢失问题，还是LSTM 比较不容易出现记忆丢失问题？王师傅，你最聪明的，你觉得哪一个 ？Attention score 比较不容易丢失记忆吧，对不对？没有错 ，Attention score 比较不容易丢失记忆。所以，我们还没有介绍 Transformer 是在做什么，可是我们先剧透，它是用 Attention score， 它不是用 LSTM。好，那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下一个我们要遇到的问题。好，现在到目前为止之前，我们介绍了很多把一个 document 变成一串向量的 model， 对不对？那你变成一串向量之后，你要做什么事？哦，你说可以做很多事啊，你可以拿来做分类啊，对不对？可以拿来做预测啊。好，那下一个问题，可不可以拿来说话？没有办法，你都已经变成一串向量了，你要怎么说话？你们听懂我的问题吗？你现在把一整段 document 变成了一串向量，那它预测出去就预测出去啦，那它要怎么说话？现在有人想得到吗？李真，摇头，秋秋，
秋秋现在你是不是刚刚吃东西吃一半被吓到了？那品威，没有任何 idea， 大家都没有任何 idea。好，我们来看一下人家的想法是什么。人家的想法是建立循环神经网络。这循环，我先跟大家讲一个原则。我们在设计这个 model 的时候，我们要了解一个原则，就是我们现在如果要讲一句话，我们的 output 显然是不特定长度的，对不对？显然是如此嘛，不特定长度，这样可以吗？那你们觉得这合理吗？你们觉得有可能不特定长度吗？不可能，对不对？好，那我问一下，前面不是有个 model 吗？就是做那个物件识别的时候，就拉框那个 model， 一个图片里面有几个框，这是不是不定数目的框？那解决方法是什么？还记不记得解决方法是什么？显然不能输出不定数目的框嘛，对不对？那解决方法是什么？解决方法就是我输出很多框，然后我舍去掉一些重复的框，或者我舍去掉一些他告诉我这个框不是框，对不对？所以我是不是循环神经网路，我也可以去输出一个固定的长度，比如输出固定1000或是固定2000，然后接着如果看到了出现终止符号，那你就知道这句话已经讲完了，我后面都不要了。这样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吗？好，那下一个问题是，那我难道一瞬间就把整句话讲完了吗？不是吧，对不对？我们现在思考一下，你是怎么讲话的？今天天气好吗？来回答一下。好。哇靠！你这回答这个好，让我有种那个在联集合场上问这句话的感觉。怎么回答这么简短呢、啊？对不对？好，我想跟你们讲的是说，你们可能脑子里面会大概有个想法，我大概要回答哪些事。可是你们应该有一种感觉，特别是那种特别困难的问题的时候，你们的语言啊，是你们刚刚讲完那句话，你们还在想后面那句话要讲什么。好，不然我现在问你们一件事情，来，请你们开始介绍 attention store 到底是怎么运算的。好，你们大概脑子有那种概念了。好，接着开始讲。好，所以你们现在讲不出来没有关系，我想要告诉你们的事情是，本质上你的大脑在做的是文字接容的事情。也许你不是一个字一个字接，但是你是一句一句接。你讲完这句话，你才会去想下一句话，接着你才会去想下一句话。毕竟讲话不是在像写 document 一样，先把大纲拟好，然后再把东西全部写出来，讲话比较像是文字接龙。好，那所以文字接龙你要怎么做呢？所以啊，我们的 LSTM 或者是这个 LSTM 的结构是不是有长期记忆，对不对？所以我会知道刚刚的输出是什么，我也会知道刚刚的输入是什么，对不对？所以我可不可以这样子，我要开始教他做文字接龙，我就输入我，然后他就输入爱，然后我就再把爱丢进来，他这边输入你，这样我就是不是输出一个我爱你的接龙，类似这样子。好，今天天气很好，今，然后输出天，天输入今天，那他就知道有今天，对不对？今天呢，他的接龙今天，然后天，那今天天下一个你要接什么？气，今天天气，下一个是什么？恨。今天天气很，下一个是什么？不见得是好嘛，可能是很不好，对不对？好，但是总不会是随便其他的字吧，对不对？
好，所以说文字接龙，你的 model 其实可以做文字接龙，而且他应该是学得会的。那我们要从哪里的 data 来让他学文字接龙？你可以从网络上一堆这种一大堆长文啊，你就让他一直学啊，讲这句话之后下一个字要学什么，对不对？这跟 word embedding 的那 word to vector 那个 model 是不是很像？讲一堆话，要学下一个字到底是什么单字，对不对？所以它其实是可以这样做的哦。那这样子的话，当你输出了第一个字之后，你要再输出下一个字，你可以直接把 H0 把它丢下来，变成下一个单字，继续往下输入。这样子，透过一个回圈，你的 model 就会讲话了。记住它产生一段话的方法哦，这个你们应该会很有体会啦，因为你们在用 ChatGPT 的时候，它通常不是一整段文章直接打给你吧，它是一个单字一个单字生成，对不对？它绝对不是为了花俏所以这样做的。我说为了花俏是说，它其实本来就已经输出一篇文章，然后故意一个字一个字显示给你，它绝对不会干这种事情啊。所以它其实真的是一个字一个字生成的，这样可以了。好，那我再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循环神经网络的概念你理解就可以了。为什么呢？原因一样，因为它被淘汰了。你们现在有听过 ChatGPT， 大家只有听过它是用 Transformer， 没有人听说它是用循环神经网络吧？所以这里啊，我也懒得贴了。我跟你们讲，反正这边就是一个 simple 的 example， 让你丢。我这为了运算资源啊，为了让你们跑不动啊，我这边用的 example 还不是单字接龙，因为单字太多了。我做的是字母接龙，就是你现在打几个字母之后，下一个字母要打什么，这个意思也差不多了。就是你就知道它可以一直接龙接下去。我们来看接龙的效果，它接龙效果应该是这样：你跟它打 adenocarcinoma， 它就开始往后。不过它往后之后，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它很快就遇到循环了，它很快就遇到循环了，对不对？为什么会很快就遇到循环？很容易就会发生这种事情嘛，因为。就是它一个不小，就是循环神经网络，它主要就是基于刚刚的记忆，那刚刚的记忆偏偏又会被稀释，然后再加上你现在的输入，所以如果刚刚的，所以它很容易进入一个循环哦，就是我就一直输出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这样子，按照顺序输出，因为到了十的时候，它又觉得这个。现在到这里，我应该下一个要输出一，那我下一个输出一，前一个输出十，他绝对下一个是输出二。那你又一路输出到十，他就觉得那下一个就是要一了，所以很容易出现循环了。这是循环神经网络的缺点，而主要出现循环的原因，主要原因是因为他记忆能力不够长。这样可以吗？好，我要讲 transformer， 到此为止，有没有人？不懂今天讲的 LSTM Attention Score 跟循环神经网络，我这样问太空泛了。我们来 summary 一下重点，在我们讲 transformer 之前，那我们 summary 一下重点。LSTM 给了我们一个方法，让我们压缩资讯。它透过的方法是适度的遗忘一些不重要的资讯。Attention Score 给了我们一个方法，让我们不要一个单字一个单字运算，而是一次把所有的整篇文章都看完，然后给个结果，输出向量。好，不过上述这两个方法，它只能够用来做压缩向量。如果你想要做讲话这件事情，预测讲话这件事情。因为它的 output 的长度不一定，所以我一定要用文字接龙的方式去接，
去讲话。那我如果用文字接龙的方式去讲话，那我就势必得这个，我就势必得用循环神经网络。循环神经网络最高明的地方在于，让你上一个阶段的 output， 你的预测结果等于下一个阶段的 input， 然后把它丢进去一直输出，这样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吗？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前面三个 model， 就是在 transformer 之前学者们的贡献，告诉我们应该这么做。我们要教 transformer。好 ，transformer 的论文标题叫做 "Attention is all you need"。我是觉得这个标题非常的中二，但是这个标题取得也是很好。我告诉你啊，后来我们现在打 "is all you need" 这件事情呢，大概不知道有多少篇 paper 哦，都是什么 "is all you need" 啦，什么大家都学它，你啊怎么都是 attention 啊？你看 "more engine is all you need"， 什么都是 "is all you need" 啦。这篇 paper 的标题就是取得就是很好这样子了，好不好？这句话意思就是告诉你说，你不要再用这个，你不要再用这个，就是什么 LSTM 啊那些有的没的，你就用 attention 就对了。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他怎么做的，好不好？来，他的做法是这样子。来，注意哦 ，Transformer 刚开始发明出来的时候，它是拿来做翻译任务。那翻译任务的情境是怎么样？你给他一段英文，然后你要他翻成中文，对不对？或翻成法文？那你可以直接翻译吗 ？I love you 就 I 就翻成我 ，love 就是 I，you 就是你。你可以这样直接翻译吗？这样翻译好像可以耶。啊，你可以一个单字一个单字的翻译吗？为什么不行？我可以跟你们讲，这叫他们叫这种翻译方式叫单词沙拉啦，就是一个一个把它换掉这样子，这个语法不对嘛，对不对？所以你不能这样翻译。可是实际上它还是有一对一的对应哦。你在翻译的时候，虽然不能直接这样子一对一的直接翻，可是你翻出来的每一个字，它应该在前面都要有一些参考哦。有听懂我的意思吗？你也不能乱翻啊。你不能说我今天讲 "I love you"， 然后你翻成这个就是我是老师，那你这个前面对不回去啊。这样听懂我的意思吗？你可以翻成 "I love you"， 你翻成我喜欢你，这个我可以接受，对不对？但你要知道，喜欢是对应到那个 love， 对不对？就是它其实是有一对一关系的，只是顺序不见得会对。这样可以吗？好，所以说啊，我们来看一下 transformer 的做法是：今天如果我有我的 input 的句子有五个单字，假设有五个单字。那虽然我知道我要预测，可是我的正常做法就是先把它整合成一个向量，然后出去，那这个向量就给它预测，对不对？他现在做法是，我不要了，我不要把它压成同个向量，我就保持它原来的 size 不行吗？我就保持100个 vector 进，100个 vector 出。那它不定长度会怎样吗？其实也不会怎么样。来，我再重复一次，我们以往要做预测任务的时候，我们通常会认为，我们应该要把不等长的 input 压缩成同样 input size， 这样 model 才能做事嘛，对不对？那它的 idea 是这样子，我现在啊。也不压缩了，我不压缩，我最后一步再用 attention 去压缩就好。所以今天你输入了1000个单字，或输入了2000个单字，
我在高阶向量，我对那个 document 的融合，我就是把它融合成了100乘以1000或100乘以2000，我不预先做融合，这样听懂我意思吗？那我什么时候要做融合呢？当我想预测的时候，我再融合。只要我先输入个 start 的意思就是叫他开始预测，请他预测第一个单字是什么。他在预测的时候才去决定我到底要对12345这五个单字用多少的 attention 合成成一个向量，然后再预测。我再给大家思考一下，大家想一下他妙的地方在哪里。他妙的地方在于，以往我们做预测任务的时候，我们总是喜欢把这个说，就是我们总是喜欢把这个资讯先压缩，然后再做预测。他现在是说，既然我有 attention 这么方便的东西可以做加权平均，那我就不要先压缩啦，我就放着嘛，放着会怎样吗？我需要的时候再 attention 就好啦。什么时候需要？只有在要做预测之前需要嘛，对不对？剩下这里，它摆的是100乘以2000还是100乘以1000，有差吗？没有差，对不对？而且不止没有差，你还可以进行平均运算哦。你 LSTM 那个循环神经网络的结构是不能拿来平均运算的，可是在这里，这些东西可以一起 input 到这个字里面。好，那注意哦，第二个单字如果跟刚刚第一个单字完全一样的处理方法，那就有问题了，对不对？所以第二个单字它在 attention 的时候，它不是单单 attention 前面这几个单字，它还 attention 了这个单字。也就是说，这个单字在 input 的时候，它 attention 是 attention 前面六个单字。这个单字 attention 前面七个单字，这个单字 attention 前面八个单字，这个单字 attention 前面九个单字，那它 model 就会知道说，这是一段英文，然后比如说你要翻成中文或法文，那我已经翻译到一半了，所以下一个单字要继续接龙，下一个单字要继续接龙，这样可以吗？好，如果你理解这个 idea 以后，我们再来看这个 transformer 的架构。你就会容易理解多了。Input 就是不管你的这个文字长度有多少，它的 input size， 假如说是5000个单字或者1000个单字都可以。那5000个单字、1000个单字往上之后，你要做什么？你先加上 position embedding。这个 position embedding， 我等一下再跟大家讲。但是我只要跟大家强调一件事。这个 position embedding 就是告诉 model 说这是这句话的第几个单字，不然它混在一起，它搞不清楚现在是第几个单字。这样可以了解我意思吗？好，接着经过一系列的操作之后，就是等于说一些神经网络的高维运算，本来1000个单字，输出也就是100乘1000。输入是100乘1000，输出也是100乘1000，这样可以吗？好，但是这里就比较特别了。这里就是 output 啊，它首先要先自己跟自己 attention 啊。注意这边有个 attention， 这边有个单字叫 mask attention 哦。为什么叫 mask attention 呢？因为它在预测现在这个单字的时候，它不能看到未来的单字，因为它还没预测出来。所以他必须把后面他这个单字以后的单字做一个遮罩。我现在在预测第一个单字的时候，我不能看到第二三四五六七个单字啊。我现在预测第二个单字的时候，我可以看到第一个单字，但是我不能看到三四五六七的单字。预测第三个单字的时候，只能看到一二，不能看到四五六七，这样可以吗？好，那就这个样子。那你 attention 完了以后，你 attention 完了以后，他接着他也不能凭空输出啊，他就要跟前面的这些 score 前面的这些 information 再做 attention，
然后再往前输出，就这个样子。所以 transformer 架构有一个 encoder 的架构。encoder 是什么呢？把刚刚，因为它是做翻译任务的、哦，注意它一开始是拿来做翻译任务的，所以它的情境里面一开始会有一大段，一大段这个就是输入，然后接着它在做输出，输出的时候是一个字一个字，像文字接龙这样出去，这样可以吗？所以 input 的地方，它把这个 model 叫 encoder。那它的这个 model 叫做 decoder， 编码器跟解码器啊。好，这个 position embedding 很特别啦。这 position embedding 哦，它有个特色，就是它的公式长这样。如果你上那个它的 paper 看，它就会告诉你说它的公式都长这样。你用 R 画起来的话，你会发现它就是一个 sine 跟 cos 的一个循环嘛，对不对？好，所以它在位置等于1的时候它长这样，位置等于2的时候长这样，白色就是1，黑色就是0，灰色就是 0.5， 这样懂我意思吗？你觉得这样子第一个单字第二个单字这样子下去，这样什么意义吗？你看这张图你看得出来什么吗？为什么它要这样设计？你不知道没有关系，你知道，你要知道是它内积完了以后，内积完了以后长这样。内积什么意思？就是第一个单字跟第二个单字的内积，内积在这里，啊，第二个单字跟第三个单字的内积在这里，所以这是第一个单字跟第一到 n 个单字的内积，第二个单字跟第一到 n 个单字的内积。你有没有发现中间是白的，旁边是黑的？这代表什么意思？这代表的意思是说，越相近越相，首先第一个越相近的单字内积数量，内积的数字越大。第二个，你有没有发现它完全对称？完全对称代表是第二个单字和第三个单字的距离，和第七十个单字和第七十一个单字的距离是完全一样的。所以为什么它设计成这样的一个周期性函数是有原因的。我跟大家讲，它一定设计过很多个，它试出来就是这个最好。好 ，transformer 的主结构啊，非常的复杂，每一个单字都先经过线性运算，产生三个新的 vector， 分别是 query、key 跟 value。那它怎么做呢？我这个单字用我的 query 去乘以剩下所有人的 key。注意哦，我再重新讲一次，我现在手上有五个单字，我的 input 总共有五个单字。我的五个单字向量长度都是100，这个没有问题。然后我先经过卷积运算，我卷积运算第一个卷积运算，我得到的也是本来是五乘一，一百乘五，现在也是一百乘五，对不对？第一个卷积运算，我得到的是 query， 我是把这个向量的名称命名为 query， 然后我再经过另外一个卷积运算，它出来的是 key。在经过最后一个卷积运算，它出来的是 value， 那我就可以用这些我的这些所有单字的 query 去内积所有单字的 key， 这样我就知道，这样乘起来数字越大，我在经过 attention 的时候，这样数字越大就代表在这里我要 attention， 我要收集资讯的时候，我要去收集哪个单字的资讯来跟我融合。这样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吗？好，那你融合，你这边只决定了比例啊，所以你还要再乘上自己的 value， 然后之后就出去了。好，所以说它的整个结构就是长这样，然后它可能把它设计成多通道的，因为他们是 Google 嘛，对不对？ Google 喜欢做那个像什么 Inception Net 啊之类，他们都喜欢用多通道的，他们叫这个叫 Multi Head Attention。好。那 mask 是用来解码器的。好，所以说 transformer 的基本结构我都讲完了。好，那 transformer 这边有个 normal 啊，这边这个 normal 是用一个叫 mx symbol layer normal 来协助的。那这个transformer 的参数量都很大，很难训练成功，它就是大模型。那我们很难在上课中给个小范利用啊，所以说大家只要记住它的基本结构就好了。
好，那我们现在来讲一下 Transformer 最重要的应用。Transformer 最重要的应用是一篇叫 BERT 的研究，也是 Google 做的。那他怎么做呢？他做了一个，因为 Transformer 这个网路这么大，他一定需要 pre-training， 对不对？那 pre-training 要怎么 pre-training？ 他就上网把所有的单字全部都爬下来。如果你是 Google 的话，你不会觉得这件事很难。然后他就随机的遮罩 15% 的字，然后叫他去做预测。那这个网络一定是训练的起来的，对不对？因为你们大家也都是克漏字填空的高手，对不对？可以吗？这网络绝对是训练起来的。然后你们仔细注意一下，前面有个 CLS 这个向量。CLS 其实是告诉你说这句话要开始的意思。好，可是你们注意到一件事 ，CLS 它其实不参与 attention， 不参与预测，对不对？可是 CLS 也会去 attention 所有的单字，对不对？所以说后来的人这样的 training 完了以后，如果你想要这整个 document 的向量，他就直接给你 CLS 的向量。他要说这就是这整个 document 的向量，因为他在运算的过程中，他本来就有融合其他单字了。这样可以吗？好，这就是 BERT。那 GPT 呢 ？GPT 是哪是 ？GPT 是这三个字 ，Generative Pre-training。你们知道 GPT 是这三个字吗？哇，那个裴经理，你知道是这三个字哦？你怎么那么厉害？啊？你就会知道这是这三个字。好，很好，非常好。非常非常棒。好，那个 GPT 啊 ，GPT 跟 BERT 差在哪里 ？BERT 全部的结构 ，BERT 是在做随机遮罩，然后预测嘛，对不对？所以 BERT 它是做克漏字填空，它可以看到后面的单字哦。那 GPT 是它全部都 mask 住，它直接做一个单字一个单字的文字接龙预测。所以这是 Google 的。BERT 这是 OpenAI 的 GPT， 它本质上 BERT 就是 encoder，GPT 就是 decoder。那 encoder 可以拿来做什么用 ？encoder 可以帮助我们把一整段话或者一整段文章整合成一个向量，对不对？那你是不是很方便的可以做后续的什么预测啊，什么之类的？这样可以了解吗？可以吗？好，那 decoder 可以做什么事？ decoder 可以讲话，对不对？所以你看，为什么讲话是 OpenAI 先做出来的，而不是 Google 先做出来的？那为什么 Google 不选择用 GPT 模型？ Transformer 也是 Google 发明的哦。不知道，你们觉得哪一个？你们觉得这两个模型哪一个比较好训练？你们觉得哪一个比较好训练？猜一下，啊，觉得 GPT 比较好训练的举手，觉得 BERT 比较好训练的举手。大多数人选 BERT， 实际上当然是 BERT 啊。你想文字接龙比较难，还是 CLOSE 比较难？文字接龙难得多啊，文字接龙难得多。今天天气差好，那个差要填什么？一定是真嘛。顶多填狠。今天天气好，你现在开始接。你不知道你要接不还是接真呢、欸，对不对？类似这样子，你或者是很不好，你就不知道怎么接啊，这个很难。所以我跟你们讲一件事 ，GPT 这个模型本身，它绝对不是，它训练的方式有点复杂，总共有三个阶段。如果你只用像 BERT 一样的第一个阶段，就直接让它文字接龙，它学的其实非常不好。所以一开始发展这个方向的 OpenAI 遇到了很大的困难。
但是他最终克服了，所以你认为他很厉害。他后面还有两个阶段的 training， 而且这两个阶段需要 label data， 需要 annotation。你们有注意到 BERT 的 pretrain 它是不需要 annotation 的，对不对？上网爬一堆，在自己做 close 实验就可以结束了嘛，对不对？可是 OpenAI 的 GPT 它是需要 annotation， 它是需要 annotate 的 database。所以说 ，Google 做的是这个，很快都获得成功。2018年 BERT 就已经出来 ，GPT 的第一版2020年才出来。你们看到的 ChatGPT 很厉害，这个东西它至少是 3.5 以后嘛，对不对？这个东西至少也是2022年的时候才出来 ，Google 先出来。那 Google 为什么喜欢做文字向量化？为什么它不做讲话呢？它整个商业模式就没有要跟你回答问题。它整个商业模式最重要的是什么？搜寻嘛。搜寻，它只要知道这段向量，你搜寻的这段话，你想要找出什么样的向量就好了嘛。找出相似的向量就好了，所以你看它只会发展 BERT， 这样可以哦。好，我今天的上课基本上上的差不多啦，后面还有一些什么有的没的啊，什么这个 LSTM 啊，它其实也这个它的 idea 其实也被 Deep Residual Learning 用走啦、啊。那什么这些都不是很重要。那我们的上课基本上就上的差不多了，那你应该。经过我们这样上课以后，你们应该更了解 Transformer 是怎么运作的。然后，你们几乎所有人要报的 paper， 几乎都是 Transformer based， 很少人不是 Transformer based， 几乎都是。好，那所以说，我们在5月20号，我们下个礼拜期末考周嘛，期末考周我们就给大家放假一下好了。5月20号一样晚上的时间。我们就来听大家报 paper。好，大家不要害怕，因为我们现在要示范这篇 paper 要怎么报。哎、欸，你们想想看，你们不要那么害怕嘛，对不对？你们思考一下哦。你看你们有多少个人？将近20个人。结果我们居然要在一个晚上听人报了。所以你们觉得一个人可以听多久？5分钟。所以我到底要怎么样？这篇 paper。5分钟让大家听懂呢，让我来示范两篇，你们就知道了。好，好，这个我们现在开始计时了，好不好？也不用计时了，对不对？超过5分钟，哎、欸，我是强烈跟大家讲一件事情，我们可以接受超过5分钟，你可以，我可以接受6分钟、7分钟，但我不能接受10分钟哦，时间宝贵，你们每个人都给我讲10几分钟。你们每个人都觉得看了这篇 paper 有一堆话想跟大家讲，请大家精简自己的话，好不好？我是蛮建议大家做一件事情的，就是大家因为我希望速度是快的，这样懂我意思吗？我希望速度是快的，所以啊，请你们所有人预先在5月20号以前先寄 PPT 给我，先寄 PPT 给我。PPT 不要太长，不要妈一上来就30页，好不好？5分钟而已啊，最多10页，不要太多，好不好？最多10页，限制大家的长度。你可以先写讲稿，我接受你们先写讲稿，而且我接受你们先用 ChatGPT 润饰讲稿，请 summarize 出重点，不要讲太久，可以吗？可以吗？好，那我们来跟大家讲一下。这篇 paper 我要怎么跟大家讲？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两篇 paper， 其中第一篇是想跟大家分享如何用 transformer 来做 image recognition。transformer 按照刚刚的我的介绍，它是一个语言模型，对不对？所以照道理来讲，它是不能够拿来做图像识别的。那所以它要怎么做呢？它的 idea 就是。他把一个 image 拆成16×16的 words， 什么意思呢？ image 本来是一段，本来是一个，比方说256×256的像素，对不对？但是你可以把它割成一小个 patch， 一小个 patch。
你可以把它割成每16乘16一个 patch， 这样是不是256除以16是不是就有16乘16个 patch？ 一个图可以被你分成256个 patch， 对不对？那这256个 patch 是不是就是一堆像素级？可以接受吗？因为每一个都是16乘16乘3嘛，对不对？理论上它就是786个数字，对不对？这786个数字你可以经过一个卷积以后，经过一个 linear projection 之后，那它是不是就变成一个 embedding？ 哎，但它如果变成一个 embedding，它不就跟说话的一样了吗？它不就跟单字一样了吗？单字不是也是换成 embedding 才继续 work 的吗？那你看，它把图像经过一个 linear projection， 就是线性转换之后变成一个单字，再加上 position embedding， 是不是跟刚刚 transformer 那个一模一样？它就变成了一句话。也就是说，透过这个结构，它把一张图变成了一句话。那既然变成了一句话 ，encoder 出去之后，它前面再加一个 CLS， 这就是一个 CLS 标签哦。它是不是就可以抽取出 CLS 的高阶特征？因为它会不断的跟其他图做 attention 嘛，对不对？这个高阶特征它就可以拿去做图像分类了。这就是它的 model 的 idea。啊 ，transformer 长什么样子 ？transformer 长什么样子？这个不用它写，我们也知道它长什么样子了。好，我跟大家讲一件事哦，这个不算在五分钟里面，就是你们所有人的 paper， 你们所有人的 paper， 基本上我帮你们找都是资工系写的，资工系人写 paper 的图一都是 overview 或者是 summary， 所以图一你们一定要讲，讲完图一这篇 paper 大概就讲完。后面只是结果而已。好，那我现在讲完图一了，我已经讲完了，对不对 ？idea 很好。下一个你们关心的事情是什么？这个烂 idea 我也想得到啊，对不对？难道要把图片的切成一块一块的，然后变成这个 patch， 然后当作是 word embedding 丢进去？这个烂 idea 难道只有他想得到吗？所以重点不是这个 idea 烂，重点是model 表现好啊， model 表现不好，他妈你跟我讲什么都没有用啊，对不对？如果今天这样子，我这样一轮瞎搞之后，这个准确度，卷积神经网络准确度是 90%， 它准确度是 80%， 那这东西有用吗？这东西没有用，对不对？好，还有另外一个重点我要跟大家强调哦，这个 idea 如果你自己都觉得这么烂了，这个 idea 很廉价吧，你应该觉得自己也想得到吧，那别人为什么做不出来，我做出来？所以这篇 paper 需要回答这两个重点。我们来看他的图，中间的过程请你都跳过哦。我们这边大家，你的同学们没有人有兴趣看数学式，这样可以吗？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他做出来的结果是怎么样。我们就看最重要的图就好了。我们看这张图，他说如果我用我的 pre-training dataset。用 ImageNet 有几张图？100万张。哎，这件事情请你们就查好了，好不好？因为对文章里面有写100万张 ，ImageNet 21K 这个有几张图？我跟大家讲，大概1000多万张。这个有几张图？大概41张图。所以这个他现在想跟你讲的是，你的 pre-training dataset 如果由少到多会怎么样？这样懂我意思吗？好，来仔细看这些 model。你仔细看这些 model 的话，你会发现，是不是 pre-training 的 data set 数目越多，数目越多 ，data 越多，它的 performance 是不是越好？对不对？那它是不是有一些交叉的部分？交叉的部分是不是这个 VITH14 这里是不是到这里才最好？前面你根本看不到它，为什么？它一定就是70项。VITH14 就是 huge， H 就是 huge 的意思。它意思是说，那你再仔细看 large 的 model， large 的 model 是不是它斜率比较大？斜率比较大。那
base 的 model 它是不是斜率比较平？所以我们来换个讲法 ，model 越大，效的 pre-training data set 越多，上限越高。这是他讲话哦。你的 pre-training data set 如果越多 ，model 就越大越好，否则你用个小 model 比较好。接着图四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结果，图四他把 residual net 把它放进来了。ResNet， 你看 ResNet 的斜率 ，ResNet 的斜率一开始就表现很好了，对不对？后来是不是就平了？是吧？来，你再看这个蓝色的线 ，Large 这一个，它是不是到最后要用一亿甚至三亿个样本的时候，它的 performance 才超越 ResNet？ 所以这篇研究。这篇研究我已经讲完了，五分钟已经到了。这篇研究的重点就是，首先第一个 ，transformer 可以拿来做 image recognition。第二个重点，请你要准备越多 data 越好 ，data 还不能太少。之前的人为什么会觉得 transformer 不能拿来做 image recognition？ 主要原因是因为他们 data set 太小了，所以 ResNet 在那个时候表现比较好。然后他进一步的告诉你。如果你的 model 越大，如果你的 dataset 越大，那请你就用越大的 model， 它的 performance 就会越好。好，我这边 paper 讲完了，请你讲到这样就可以了，不要再讲太多废话。五分钟这样讲的，大家有听懂吗？好，接着我们再讲第二篇 paper。哎，我先跟大家讲一件事哦，为什么我要先跟你们示范这篇 paper 是有原因的？因为你们现在的 paper。有一些人就会用到 Vision Transformer， 你们现在就知道 Transformer 不只可以拿来做翻译文字，也可以拿来做图像识别，这样可以吗？好，我先问一下，我刚刚这样讲，虽然只有讲五分钟，不过我想大家应该都很清楚，我们挑出了关键的图表，然后跟你讲了关键的概念，然后最后就收工了嘛，对不对？好，好，再来，我先天要跟你们讲的第二篇 paper。这一篇是 OpenAI 做的。OpenAI 做了什么事呢？你如果直接看这个标题哦，这个很难看。我们直接看图一。来，图一他做了什么事呢？他说啊，如果我们可以准备这种 dataset， 就是有时候你有一些图片，然后图片有时候会有一个描述嘛，对不对 ？Facebook 超多这种描述的，大家都喜欢发一张图，然后下面写一些心得。对不对？好，所以有的是你应该手上在那个网络上面会有非常多的 data， 图有图，然后有文字说明。注意这个不是这个 label 不是 structural label， 是文字，是一段文字，这样可以吧？然后 image 经过 image encoder 之后，它一定可以变成高阶向量，对不对？一定可以变成一段 image embedding 嘛。这个前面那个。Vision Transformer 那边不是就告诉我们这件事了吗？对吧？然后接着文字经过 Text Encoder， 它也可以变成一段高阶向量，对不对？那它这个模型呢、啊，就是去让模型去学习我这个图的 Image Embedding 要和我这个图所对应的 Language Embedding， 它们两个要越相似越好。蓝色就是一对一对应的嘛，对不对？要越相似越好，剩下的地方就越不相似越好。好，这个 model 难容不容易想？算蛮容易想的、啊，对不对？他妈的要抽 embedding， 然后说高阶特征相似，这有什么难的？难在后面这一段应用。你这个 model， 你现在告诉我怎么应用？哎，我现在设计了一个 model， 说这个我可以跟你，如果给我一个 image 跟给我一段文字，我可以告诉你它相似度有多高，他们是不是同的？他们是不是来自同？他们是不是同样的？没有用，对不对？来，我们看它怎么应用了。应用方式很厉害哦。来，同样的，你再给一张 image， 它会抽成高阶特征，对不对？好，可是你又没有它的，你又没有它的文字特征，对不对？所以你给它一个 prompt， 给它一段提示词 ，a photo of a， 这边可以换字嘛 ？plan， 你可以抽出一段高阶特征，对不对 ？car， 你可以抽出一段高阶特征，对不对？这边你是不是可以这边随便换哪一个单字？你都可以抽出一段高阶特征，对不对？问他，问模型说，这一堆高阶特征
哪一个跟你最相似？那是不是代表你的这个图片就是哪一个类别？这个模型厉害在哪里？这个单字随便你打哦。所以它需不需要预先定义好 label class 的数目？不需要。这个 model 叫 zero shot prediction。dataset 里面根本就没有这个标签，你直接问他，这是不是狗？哎，他就做出来了，是狗。你问他这是狗还是猫，他就有办法告诉你这是狗，这是不是猫。Zero shot prediction。那这篇 paper 核心 idea 是这个，那为什么是 OpenAI 成功而不是别人成功呢？主要原因是因为在过去有另外一种比较合理的模型，是我直接丢给他一个 image， 然后我请他像文字接龙那样把文字做出来。这个就是 GPT 的老本行嘛，对不对？你丢给他一段文字加，丢给他一段文字加做翻译，输出一段文字，和丢给他一段一个图，他也被 transformer 搞成 encoding 了嘛，那个 embedding 了嘛，然后再加说一句话，这不是意思一样吗？他说我们的实验表明，我们的 clip 架构 ，clip 就是它这个模型 ，clip 架构它所需要的 training 的 data 比这个 transformer language model 有效了12倍，我只要12分之一的样本，我就可以 training 出一样的 accuracy。所以为什么以前的这个 model 不会成功？因为即使我有了4亿笔数据，4亿已经超多了，我的 performance 还是这么好笑，对不对？那我的 clip model 要达到这个 level 的话，我只要这样的 model 这样的 sample 就达到了。那因为我有4亿的样本，那我甚至就可以达到它好几倍的准确度。所以这个 model 知道这件事之后，它的重点就是我发展了一个好方法，教大家可以做 zero shot prediction。好，这边 paper 讲完了。这样可以吗？五分钟就讲这样就可以了，请你讲出你那篇 paper 最重要的 idea 是什么？这个 idea 是怎么实现的？讲概念就好，不要带我看数学式，它的数学式也很复杂哦。我要带你们看数学式也没有不行啊，但是它的数学式也很复杂哦。好，你讲完概念之后，一定要回答下一个问题：为什么是你先想出来？即使是 Google， 即使是 Microsoft， 即使 OpenAI， 他们这么聪明的研究人员，一样有跟他们同等天才的人，不可能是你先做出来，一定有什么难关导致你做出来的之前都没有人做出来，所以一定会有之前一些比较廉价的 idea， 你要去跟他比较，这样可以了解吗？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你们有没有问题啊？好，没有，那我们就期待20号的时候，你们就以这样的水准来报告哦。